我们的心要好啊！一个不善的念头也周遍法界了，别以为没人晓得，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没有一个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不能有不善的念头，不能有不善的言语，不能有不善的行为，自己要认真修。看到别人不善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批评，不要放在口上。为什么？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你要放在心上，你的心不清净，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把自己的清净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天天找别人的麻烦，找别人的过错，啊，一动念一开口，全装进去了。装得太多了，装得太满了，所以现在想要恢复清净的难了。那其实呢，其实这全是我虚妄的，